Your Excellency, Mr. Premier Zhou, I think you must have seen my statement about Taiwan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If you have peacefully liberated Taiwan, how will you install Chiang Kai-shek? Will you install Chiang Kai-shek as a general? 完全可以，甚至比将军的职务更高一些。 Following your thought, your trained thought, Your Excellency, Mr. Premier, could I say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want to fight with the Americans? 中国历来是主张和平的国家。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和平谈判。 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Mr. Premier, would you like to publish the words you just say? 当然可以公开的发表。Foster, did you catch the signal sent by the Chinese Premier Zhou at the Bandung conference? Mr. President, the Chinese do not want to have a war with the Americans. He's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us on the Taiwan issue. Sir, it's just a smoke screen that's designed to lead us astray. No. Look, Joel's statements remain murky, sir, as to where to hold the negotiations, who's going to conduct it, and even what agenda. He hasn't said anything that's specific. With all due respect, Mr. President, how do you trust him? As I see it, Joel's one of the best demagogues in the world. I will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if there's any chance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us. Sir. Su Li, 你上次在这个冷餐会上的讲话呀，嘿嘿，不胫而走啊，引起了很多国家元首的大力称赞，特别是那个台湾问题。 跟美国人谈判的事，这个斯坦奇丘一发错啊，你猜怎么样啊？赢得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积极响应。请坐。现在啊，最着急的莫过于台湾的蒋介石了。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台湾的外交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了。 总理啊，你看你啊，到了万隆这几天，整天忙于工作，连个囫囵觉都没有睡过。我看看，你还是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吧。你们不是也一样吗？不行啊，过一会儿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殿下要来拜访我们，这是早已经约定好的。嗯，哎，子峰啊，你通知一下这个西哈努克殿下啊，晚个时间，让总理啊。 好好睡一觉。好，是。哎，不行，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次来万隆，不仅仅是开会啊，我们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广交朋友，无论是大国小国，我们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宋烈，其实这只是一次例行见面，也不算什么。记住，外交无相识啊。嗯，是。好了，我去洗把脸，清醒一下。一会儿西汉努克殿下来了，马上叫醒你啊。 陈老总，陈老总，哎呀，这个总理刚刚睡下，不然呢，我怕他身体真的扛不住。可是陈老总，谢汉总可希望你先到门口了。哎，我的事，我替总理啊去早点一会儿啊，假最好。不过陈老总，一会儿总理要是进的话，您可得帮我多说点好话。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个嘛嘞，我来。 谢谢，谢谢陈老总。君王殿下啊，这个柬埔寨啊，跟中国一样，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呀。虽然这个制度上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平等互助、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建立。 非常良好的外交关系哦。好啊，我把你这个建议啊，马上给周总理汇报一下。汇报就不要了，非常欢迎西哈努克殿下。哎呦，哎呀，当周恩来，说这么有说，不见面是个的，你看那，来帮助哎呀当。 中间，西哈努克殿下，我应该向您道歉，很对不起呀。刚才我不小心睡过去了，他们没有及时的叫醒我，差一点耽误了与您的见面，请您原谅。那对，哎呀，当不上陪他。秦王殿下啊。 应该道歉的呀，是我呀，是我没有叫醒周总理，你不晓得呀，他来到万隆，这7天哦，只睡了13个小时了。哦呀，龙女王在周恩来，特别是为中南等在台湾等参谋部的阿家的把阿亚当都是蛮太认真，来特为爱们努斯文班，不只高子沙克朗呐。秦王殿下。 您过奖了，亲王殿下在大会上提出要把柬埔寨建成永久的中立国，绝不被用来做侵略别人的基地。这也是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嘉宾们，人们万有万比，别真的，但也同样同样，这么努力，用命让他，什么让，别再搞个大，能满足别人。 亲王殿下，为了使我们两国的友谊长久的发展下去，我想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您访中。哦，那我呢？各位弟兄们。 万隆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却出师不利，屡遭挫败。上苍对我们。
是特别的不满意。 明天是我们向党国尽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们必须完成。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大哥。 亚非会议圆满成功，会议最终达成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亚非会议高举独立、和平、友好与合作的旗帜，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隆精神。这个精神。 贯穿于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的烈士们举行供葬，他们。
是为人类的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牺牲的，他们的死终于泰山。外交战线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这里有付出，有奉献，同样有流血牺牲。 我们每一位活着的同志，要学习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精神，今后用更大的工作成绩来告慰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主席啊，怎么小撒呀？啊！哎，他们老嫌我坐在屋子里不动，说坐久了对身体不好。陈老总啊，你们要来参观龙会议的事，我就让他们把会议室搬到外面来了。主席啊，这次的万隆会议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交了很多的新朋友。 包括过去对我们有误解、有隔阂的国家，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互相谅解，不增加了友谊。我相信啊，通过这次会议啊，总归会掀起一个新的建交高潮。你们从万隆发来的每一份简报，我都认真看了。如果把万隆会议比成是一个战役， 那你们不是小生，是大生啊！<笑>主席，果酱了，果酱了。我说的是实话呀。这次万隆会议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开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多少年来，西方国家都把亚洲人、非洲人说成是有色人种、劣等民族，他们才是救世主。 地球离了他们就不转了。这次怎么样？这次没有西方大国操纵的万隆会议，不仅开成功了，而且我们还跟印度等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啊！主席啊，这次美国人还破天荒地同意和我们谈判了啊！ 如果美国人真愿意签一个和平条约，多长时间都可以，50年不够，那就100年吧。不知美国人干不干呢？主席啊，最近多洛茨发表了一个外交方面的新的论调，值得我们警惕啊。有什么新花招啊？他说，为了避免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 总是败下阵来，必须找到一种不用枪炮利剑就能战胜共产党的办法，那就是让美国的自由腐蚀共产主义的集体，从而实现和平演变。嘉祥，你从苏联回来有一段时间了，啊。 我想听一听你对苏联新一届领导人的看法。主席啊，您说的是赫鲁晓夫吧？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选中的接班人。
可斯大林去世不久，他就当选为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这赫鲁晓夫啊，他出生在矿工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但是他善于思考，反应灵敏，所以他很快进入了苏联上层。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容易冲动，只凭主观意念去解决问题。他上台以后啊，对社会主义其他兄弟党动不动就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主席啊，我担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出什么乱子。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你们都看过了吧？这个秘密报告由西方媒体传播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呀。现在看来啊，这里面有2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盖子，就是因为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这就是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是因为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主席啊，那我们对此应该做出何种反应呢？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现在除了苏联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体量最大，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我们发声呢。吴楞希同志，你要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这篇文章中，对斯大林要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他虽然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的还是苏联。1957年啊，苏联与我们签订的援助项目和合约高达156个，有些项目才刚刚开始啊。恩来同志提醒得很好，这一点我也想过了。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论战主要是在思想上，啊，最好不要伤及国家关系。我们新中国成立已经7年了，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远远不够。如果把20世纪分为2半，那么上半个世纪是搞革命，下半个世纪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我们要充分珍惜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和平环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搞社会主义建设。我相信几年以后，英国、美国、西德、日本都会跟我们做生意的。外交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是管用的，那就是实力。有了实力才有朋友，才能够说话算数嘛。朋友多了就能增强实力，团结就是力量嘛。И что это Мао Цзэдун на меня попёр, а? Ну, я понимаю другие. Но он-то сам от Сталина настрадался. Я ему помогал. А он ещё и попрекает. Это кто у нас герой-одиночка? Я?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Ну чего ж ты так переживаешь-то? Вот-вот был создан 8-й съезд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Мао Цзэдун на открытии заявил, что отстающий аграрный Китай надо сделать передовым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м Китаем. Что, мол, учиться надо у передо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ак что будь спокоен. Ну не должен Китай с нами рассориться. Весь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так н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 же ты, не упираются? Может, им пора замечание с занесением в личное дело? С замечанием? Время сейчас неподходящее. Сейчас сред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положение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 наше почти ноздря в ноздрю,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у нас сплошные хлопоты. А потому в этот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период важно, чтобы все видели, чт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дружба непоколебима. Герой-одиночка. Mr. President? Buster, what makes you so happy? Mr. President, have you heard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ast Europe or not? Are you referring to Poland and Hungary? Yes. According to my earlier predictions, we ought to defeat communism by some means other than the force of arms. Sir, facts have shown my predictions were well-founded. The social camp is splitting up, sir, and I believe will collapse in the not-so-distant future. It's great news, sir.好，你这是说来了？哎，林娜，这是说你来和我爸爸打吗？不，我可不是你爸爸的对象啊。有事吗？哎呀，何小夫啊，发来了一封电报，邀请你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啊。他们要去苏联，太好了。哎呀，放心去，来，林娜。 你跟樱桃叔叔打，走。原来啊，除了我们，赫鲁晓夫还邀请了哪些国家呀？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除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他们都邀请了。 还有主张和平中立的国家，加起来有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呀。嗯，南斯拉夫的铁托他邀请了吗？邀请了。哼哼，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嗯，自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 Чис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ль. В пояснице. Тита. А не приедет Тита, и черт с ним. А вот Мао Цзэдун мне здесь нужен.
Сейчас и влияние, и 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я очень выдвинулось как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так 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Так что вы должны найти способ, чтобы он оказался здесь. Иначе без него мо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будет не настолько убедительным. А, 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Вот так,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Оставил хозяйство. Мао Цзэдун!大家都知道，我今生唯一出过一次国，那就是去苏联。说实话，那次在苏联待了70天，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老大哥盛气凌人，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派，随时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使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受伤害。 记忆犹新呢，这一点呢，我也有同感的。斯大林去世以后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专门做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共、反苏的逆流。这一次啊，苏联之所以高调地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 活动，也是想借此机会挽回点面子，重新塑造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Телеграмма из ЦК партии Китай пришла? Они там вообще определились, кого будут присылат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до заседания? Все еще нет. Ну так посылай телеграмму и давай поторопись. Так точно. Итог телеграммы самый вежливый. Уговаривай их. Главное, чтобы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прилетел. А я пошлю спецборт в Пекин. Пускай их встречают. Так точно.这两天，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如果从我个人感情上讲，我不想去苏联，也不想去给他赫鲁晓夫捧场。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是个别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借着骂斯大林而否定十月革命。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我说服了自己，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去参加这次活动。我们要借这个国际舞台，亮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十月革命的伟大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 既然主席决定当团长，我们大家就来讨论一下组员的组成。我个人认为啊，既然此次活动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共同主办，除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外，还要派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参加。我提议呢，宋庆龄副主席出席，那可是一位在全世界具有很高威望的伟大女性啊。我们还应当请一些文化人，像郭沫若。
沈彦兵先生，我觉得呀，少数民族的同志也应该考虑，比如蒙古族的乌兰夫同志，还有新疆维吾尔族的塞夫丁同志。小明同志，你先拟一个名单，啊，人不要太多，但是要有代表性啊。好。 庆龄先生，这次苏联为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举行了盛典，他们邀请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还望您能够出席这个盛会。主席，这件事情秘书已经跟我说过了，能够随您一起参加这次代表团，这也是我的一件荣幸之事。啊，谢谢庆龄先生。 您从小在美国读书，后来又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大世面，不像我呀，只去过一次苏联，是个名副其实的土包子。主席过谦了，虽然您没有去过很多国家，但您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应该是心忧天下。 主席，在这之前，我也去过两次苏联。啊，我知道。那都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啊。是啊，在中山先生弥留之际，他委托我一定要去苏联拜访那里的革命同志。可还没容我成行，就发生了蒋汪。 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事迹，我为此很愤怒。您当即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决定去苏联访问。是的，家里的人都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也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派人对我监视、软禁。 他们说，只要我不去苏联，想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可以送我去。听说您当初是化了妆，偷着出走的。是啊，我搭乘了一艘很陈旧的俄国货船，在海上整整漂流了7天7夜，才到了苏联境内。又改乘火车。 最终到达了莫斯科，9000多公里，走了半个月，可真是不容易啊。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我，还邀请我参加了十月革命的10周年庆典。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世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这一晃，30年已经过去了。是啊。 30年里，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曾经任人宰割、奴役的旧中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如果中山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当初他所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感到欣慰。确实如此，先生一生。 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富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遵循着中山先生的遗愿，为新中国的民主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携手同行，努力奋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我会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谢谢庆龄先生，啊。 苏联的气温比北京低啊，此行要多带些衣服，防止感冒啊。谢谢主席。混乱的世界上，我心不走过。
为了唯有那么一天，换酒同此两人，与谁间相测我？